所谓的警察的荣誉不仅仅是一个奖章，而是一个像滴水穿石一样的，就是日复一日的辛勤，日复一日的劳动，然后面对大大小小的问题。我们之前没有想过民警要干那么多事情，他们是鸡毛蒜皮的任何事情都会去解决的，就是这个职业在我们这边的认知度是更打开了一些，然后就觉得他们更伟大。